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跟那个法语的采访一样是，你们可以先自己介绍一下那个，让我们知道那个你们在哪里出生的，在哪里学习了艺术，然后怎么认识的，是什么的，可以吗？好，可可以，你先来以。吧。我是在广东出生的，然后我是因为家里的原因，然后从小就是学习绘画、学习国画、写字，还有音乐。然后因为妈妈是画山水画的，所以我就是很多时间，很多的夏天都是跟她一起。在山里写生，各种地方写生，在大自然里面写生。很厉害。学习经历。后来我一是零几年，09年，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毕业，油画系毕业的，然后就来了法国。和钢琴。哦，还有油画和那个钢琴，双本科毕业，然后后来就到了法国之后，是考上了八大的 Art Plastic 的硕士，接下来就是直接升上了博士，是今年三月份，2022年三月份刚答辩结束。哇，恭喜恭喜！新出炉的博士，是啊。我是在安徽绩溪徽州出生长大，然后它是大城市，我是真的在山里面长大，然后我们的徽州可能你应该知道，因为有那个法国对徽州的木雕有很多研究，徽州雕刻，然后徽州那边是做墨的，就是我们家那边是做墨，然后那一块地区是造纸，砚台啊，就是文房四宝里面有，基本上都是那一块做的。然后我的小时候也是因为在山里长大，但是呢，在这个传统的，也是书法、绘画这一块，我们那边怎么说呢？气氛是很浓郁的，所以也在从小在学习这些，书画和篆刻这些艺术。然后到了后来到上大学，我大学是在南京大学读法语系毕业的，然后到法国来。在卢浮宫学院学了艺术史，然后HESS，学阿海朗盖什的读的硕士，然后在自然历史博物馆，读的博士，是文化人类学，anthropologie culturelle 的，就书写方面。你们都很厉害，学习的那么长时间。是我们吃饭了，耽误了很长时间，很多东西其实也是。然后我想知道你们一直所以你们从小喜欢艺术，然后你们一直想当艺术家吗？也没有，其实没有说一定是艺术家还是不是艺术家，因为我觉得创作这个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好像已经是一种习惯一样的，就是艺术家可能他只是在对于一个社会的一个职位，就是一个什么呢，身份而已。但是创造力只要拥有的话，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的话是，因为从小是也是感觉跟，因为我身边跟他很不一样，我身边的小孩都是山里的小孩都很野，就是文化上的。对文化上的追求并不很重视，
相对来讲，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会觉得就是，对艺术和文化上的追求会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就是，所以从小会有想要在这一个领域，去在这个领域，发展。是有想做艺术家，但是后来慢慢的，主要偏向于做了学术的研究，但是还是在艺术领域，没有偏离以前的方向。嗯，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个汉学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在我们这里，汉学更多是指中国的美学，就是更偏向于美学方面的认识，然后欣赏，然后对，就是主要是这方面。因为汉学，法国的汉学研究的传统非常的深厚，然后汉学它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学科，因为对，比如说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也可以算是汉学，但是我们还是主要是讲艺术这一块，所以是我们觉得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是汉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这两年读博士期间和博士毕业之后，发现就是法国的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的机构其实很少，所以我们也想做一个，对于中国的传统美学有一番探索和，更加在实践上也有探索的这样一个机构。那个是，所以我的以下的一个问题是，那个非白学院有什么目的，有什么使命？我说，非白它因为，就像那天开幕式我们说那个非白这两个字是，书法的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实际上它是一种创作的一个行动，但是这个创作行动当中它就是一笔飞过去白的东西，会留下一个空白，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我们在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那个留白的东西是我们想追求的一个，一种有些神秘的东西。就是我们我觉得我们教学上的使命，就是当然是鼓励学生们一定要坚持创作，对，尤其是实践上的创作，还有叫什么 material 的，中文应该是叫对物质上的材料上的接触，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根本，不可以就是变得忽略的东西，对，不能忽略的。所以就像我们的书小老虎的书里面有讲到说，拿起你们的笔和就是让你的笔去接触你的纸的时候，你就是可以用这支小小的笔去创造一个小小的世界，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留给他们的空间，他们去对创造。然后对，就是这个最核心的东西应该还是创造力这个事情，通过艺术实践，通过创作的行动去开发一个人内心的创造力。我们觉得每个人内心都是有创造力的，也有可能在生活过程中被埋没了，或者是平时因为在习惯性的工作里面日常里面可能就是没有被唤起。对，所以我们在尤其在成人的就是我们每年的成人的课程里面会也有那个创作的一个主题创作，然后在成人身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一些本质，就是非常内在的一些本能上的一些很本真的东西会被焕发出来，通过他们的创作。对，跟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人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很有意思。
所以跟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那个为什么艺术那个创造作为那个作品，为什么艺术是在生活中必要的、必须的？我们比较认可的创造是我们注重的是这个创作的这个行动，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个行动，而不是说这个结果。比如说一个作品，它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它整个它创作的状态，它创作的时候的，思考经过的一系列的一些。挣扎也好，什么都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向内又向外的一个过程。所以创作是一个既是什么身体上的行动，又是精神上的一种创造。对，然后在我们同样也觉得就是艺术对生活是肯定是会具有超越性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每个人就是每一天的生活是日复一日的这样一种，对，相对来说我们的日常里面的时间我的论文里面会用到一个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时间是相对来说是均质的 homogene 的时间，但是当你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会把这个均质的东西打破，然后所以我们觉得做创作会让这个打破这种均质的时间，然后会可以穿通松，对超越那个日常的生活。然后在这正是因为有这种超越性，所以在通过艺术创作的时候我们可以与古人交流，也可以与当今的人交流，所以我们可以寻找到某种艺术源头的东西。每次做创作的时候，在寻找到这种艺术源头的东西，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真正的存在的一些根本的意义。所以这是我们觉得艺术的对生活的根本重要性。我想说那个谢谢，非常感谢你们那个请我们上个星期五那个做这个开幕式，不是开幕式，是创造怎么说那个用中文 inauguration 揭幕，相当于一个空间的一个落成典礼落成所以我们都希望那个非白学院要发展，要吸引很多新的学生。你们有什么希望？我们我觉得现在它终于有了一个实体的空间，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一个实体的空间，它能真的在这里做创作的时候，就能真的散发出能量，这些能量是无形的。反正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教学也好，我们平时做的研究也好，包括我们的创作理念，还有对创作的理解也好，能传递给更多人吧。且加上非白学院它坐落在一个非常好的中心位置，所以想必是可以影响到很多人的。对，我们现在有那种有一种任重道远的感觉。对，就是因为肩负着一种还是有一种很强的使命，就是作为一个非白学院的一个它的mission 其实是很扎扎实实落在我们的肩膀上，所以我们还是想说在这样好的一个位置，然后很努力认真踏实的去做事情，
然后也多跟一些重要的文化机构在同一个领域，就像比如说在集美博物馆和那个Chomsky博物馆，还有一些大学的汉学系等等这样的机构多一起工作，实现更多的好的一些计划。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合作，但是我不是领导，所以但是Mais je voulais vous remercier beaucoup d'avoir accepté cette interview. Oui, c'est avec grand plaisir. C'est, et surtout les questions que vous avez posées, je trouve que certaines sont, la plupart sont très essentielles pour l'éducation artistique, pour notre phénomène actuel. Sur le numérique, sur les enfants, donc c'est très important. Important. Ouais. D'accord. Il y a aussi là. Mais je pense que Feibai Institute, c'est très important. Merci. Et la mission, c'est très important. Votre mission, c'est très important. Comme vous dites, c'est sculpter le caractère. Éduquer la jeunesse à travers l'art, c'est très important, je trouve. À bientôt. Merci. À bientôt. Au revoir. Bye bye. Bye bye. Bye bye.